我这样小辣椒来，一块三千五啊，技能包包现在往后超过你要五三百块啦，我招两个人去啊，这三包你啊，快三百，两百，我买几包这啦，正包这啦，来两百块，来过两百块无无，三包啊这啦，正包这啦，要吃包这啦无，来两百一声，两百第二声，差哈济，无人要吃，我先把收掉哦，卖免降免降落去无，来三包啊这倒，够无，后边做偌济？啊，两三百尔，后边无几尾。小心一点。来个好啊！这扫把啊，我第一车差不多半年，平均半年卖一片，扫把啊足贵的。从此以后的扫把啊越来越贵，为什么？因为吼，即马下港南部本来咧饲扫把鱼的，即马拢无咧饲啊，拢无咧饲啊，即马拢咧种田啊，咧装田啊，越来越贵。第一点是香农地区包厢的。哦，不要紧，招你去，不要紧。我是讲惊啦，那无看到的。技能买沙包啊，外口要抬起来。我唔是讲讲笑的，我去讲少年的，我去讲少年的遐就对啦。一只沙包抬起来，拢百八要到两百块呐。后壁过沙包啊无？来，技能三四个，我先招五个人去。中一只啦，无这个提得来，我家吃啦。你留一条，留下来好啊，不要紧来。三百，你要无？两百。来，你多少？你要两份。你那边有免钱哦，无少无便宜啦，来个两百块三百块好无？我这边较俗的啦。来两百块好无？你那边有一尾一百免钱啊，反正也退钱啊，来个一百，个两百块好无？来两百块，石墨鱼一声，第二声，有无？有无？有无？无收，无收，安贵，来我边。